我的想法是从那个阳台，二楼阳台，你知道吗？龙梯阳台那边，然后分三队去推这样子。三队。对。啊、可是有一个人要单推，我觉得可以靠钓鱼。好，钓鱼，你去推最左边。OK 吧？因为不是厕所，因为点，我觉得如果他们是后点，我觉得选后点几率很大。啊，我们就我讲两个人推厕所，就现金了。然后中间那条走道大盾配一个人推嘛，然后耀宇你就单推左边啊，你的主要作用是确保左边没有人过来，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打一个气氛锤在那边。WiFi 啊，不然我们可以换成不要耀宇单推，我们改用气氛锤把那边堵住。哎，你赚了20血，不然就架住就对了。架住跟这样我们也会少一个人啊。哎、欸啊，你们那个分推三组就已经少一个了。对啊，阿哥架住，我是想说干脆打气阵锤好了。有女鬼，那就打。那、哦、打气阵锤。那打气阵锤。那走，我们去那个阳台，龙梯阳台，知道哈？知道。哎、欸，小心，这边有外抓，死。那他 H 吗 ？H 打吗？不用，我们走楼梯阳台。哎、欸，要以上单推吗？不，我直接打清水就好了，不然单推，因为这边有女鬼啊，对面、女鬼死了，哦，女鬼已经死了，没关系，不要单推，门还有一只，哇，清水死了，那我们要单推了 ，mute， 啊，人呢？门右边，那个门？哦，红标门，他是跑出来是不是？没有，应该回去了，啊，刚才是跑出来啊、哦，等一下，信中。里面，他在里面。压一下。有按键。我卡着，我先把自己卡着。等一下啊、哦，我想一下。对，好标。西凤，他应该被西凤去西凤。我架住厕所。有按键是不是？对，有按键。他按键旁边都没有够，他按键都是那个怎么讲？他没有放在铁墙上，可以炸开。然后我看 H 炮炸，要炸，小心！哎，米瓦进在后面，米瓦。一分钟，耀宇，另外一个枪交给你。哪里啊？主要是这边有那个。哇！为什么？我烧看。有机炮，主要是有机炮。来给我炸！你帮我把机炮炸掉，你炸这里看看。炸一下这边，小心。米瓦在这边，按键爆，按键爆了。米瓦往厕所去了，米瓦去厕所。还在、欸。米瓦去厕所了。哎、欸，他激光，他激光，忘把激光清掉了，那是。米瓦在厕所。我去压米瓦，去压。出来了。又等，黄标。米瓦封墙了，米瓦封墙了。不是封墙啊，封厕所门。哎、欸，我先帮，对，要下包吗？哦，下包。先帮，金库不确定哦，金库不确定。加热时，可以下包，行动可以下包，直接下这边，我防浪费。我给我包给靠背了，我就架龙梯，吃。好，nice。帮我个忙，扫羊海眼，帮我个忙。对，扫了。OK。继续扫。继续扫。对，继续扫，一直扫。调炸。哟，暗射箭，死了，没了，然后还没人，都是这边有两个，哎、欸，不用扫了，其他也是不用扫。我知道，我只是跟你讲一下，哎、欸，还有一般啊，哎、欸，他先炸开，黄标，一般还在黄标、哦，哎、欸，烧麦死，进库烧。对啊，我卡住我那个。李欣带一个就好，都不用带啊，我只要有两只可以选择。没有啊，你一只放家里就好了。一只李欣，一只放家里。对啊。对，一只放家里。那我放抽屉里啊。嗯。哎、欸，我把厕所门封起来，你帮我架着。OK。门全封了。哎、欸，来了。他没有炸伞。他们都在前面吧，对不对？哎、欸、，OK， 这什么东西？
我喷不起他，他喷呀！等下杀近点是不是？你投掉，投掉！对对对，准备准备。啊！拔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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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拔！站住吧，站住吧！站好这边，站好这边！哎，好的。